东海大学管理学院为了提升学生国际移动力以及就业竞争力，以大学院的概念于108学年度招收大学部不分科系的国际精英组，并在108年10月14日由罗格斯大学与东海大学两校代表进行了3+2双联学位合作计划签约。罗格斯也是一个非常有规模的大学，他们有很多的价值系统跟东海是很相似的，他们很看重创新，他们也很重视学生多元的发展。那我想这次东海跟罗格斯来进行3+2双联学位的一个合作计划，这样的一个学习经验对于学生来讲是非常难得，特别我们东海很看重这个博雅软实力的养成，那到罗格斯那更看到一个格局更大的一所国际性的一个优质大学，那我想这个对学生养成是非常有助益的，帮助他能够增加他的国际宏观视野，也增加他的国际的移动力。东海管院来讲，我们最近跟世界的跟现在世界还有台湾的潮流，就是从 AI 智能化这个角度去做，特别是智慧的服务，算是东海管院未来要走的一个方向。那包括好 Rockers 他们那个地方也有非常好的跟所谓的巨量资料啊、智慧服务、智能有关的，在管理学院里头的一些相关的 program， 那我们刚好这一次的机会就跟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合作，所以对我们学生来讲，就是说，我们这边训练完了之后，到那边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衔接。那后续呢，在未来的职场或者未来整个的企业的发展，他们就有一些贡献。Rutgers has a long history of engaging with East Asia.As early as 1867, 美国罗格斯大学全名为纽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，是美国纽泽西州公立研究型的大学，世界大学排名176名，在 QS 全球世界排名为262名，是一所办学绩效卓著的大学。签订双联学位后，东海多了一所国际顶尖的姐妹校，也期许两校师生之后能有更多的交流，一同开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未来。